由開始到現在，我都並沒有向中央提出請辭。沒有提出請辭的原因，就是我仍然是認為我可以帶領我的團隊幫香港去走出這個困局。我到今日為止仍然是有這個信心，仍然是有這個承擔是做這件事。這個局面我們是需要將暴力停止下來，讓社會回復一個平靜。